大明，伊就是海国岛神岛主李金龙，左边大明就是海生的。辛苦，我来调地方到处在找你李金龙，想袂到，今日用本官亲眼所观，你现时就失灵，你是一个现行犯，准备甲伊擒了该走。白起，你因为做证人有功，虽然两人打斗，也毋过帮助本官大捕归案，互你上回去。大人，多谢你。安怎？你想要跟我打？你李金龙也够走的啦！当他克，你还阁打袂赢我？论盘心机，你嘛算袂赢我，唔掠安尼死，包括你上爱迄个查某，伊嘛落伫我诶手头。去当阵，要予伊魂归九霄，身躯片片个香水味，听伊伫叫我诶声音，你敢知影？迄听咧人偌清爽，啊！你当作讲珍珠好物，确实是袂歹啦。因为偷鸡香味，我笑去啦。也毋过我甲你讲，查某人水，嘛有缺点，伊个胸腔感觉多黏做伙。啊，毋过虽然安尼生，头一摆做面嘛袂歹，你无吃着，你无了解。就我是这样的沙波人，阿弟嘞，李金龙，你什么拢不是啦，哈哈哈哈，龙母万岁，李金龙，你辛苦，不但杀人未遂。今日在本块频道上掠加杀人，你该死！爱是你，杀死是你！害了，害了！李金龙，你做的差！顶顶塌塌，一而再，再而三，你不知悔悟，罪上加罪，一刻奉上出世，阿罗香场太重。阿哥，大人，我是已经要死的人，可当救我一个心愿？心愿。你讲，我有一个小妹叫燕蝶，我真思念你，我感到拜托你，带燕蝶来见我最后一面了，好不？你的意思我会选择，阿罗香堂。